受到天时造化的影响，高雄已经有一度的农民通报，也下同爱十个莲雾有六个的情形，其中六季的莲雾年产量太快是5100公吨，相比屏东少是全国第一。农政单位基金的上礼拜是现场勘灾抗疫的，还有提报中央为争取莲雾的田园再会现金救助。中央在寒流蔓延的都沿本土宅的莲雾几乎冻伤的，还出现了蜜蜂。已经无上品加持的莲雾，季节在天来风，农民万变用改善难好。寒流来就拢规个拢冻着啊，无法度啊，啊伊也袂。也袂大粒，啊，拢落过去啊，啊，着袂熟，着拢落了了，啊，阮农民看要哪有啥物收成，着拢总无啊，啊，一年当嘛较靠济尔。台中市政府农业局的统计，高雄莲雾总生面积是总体六季期差不多351公顷，占比85.6%。六季期农费评估，一般寒流造成莲雾损害长土超过30%，呼吁农民家是多去公所申报灾损。公所那边去陈情的大概差不多有60公顷左右，嘿，那损害程度大概有达到20-30%吧。已知是已经有呈报到市政府农业局，那农业局再报到中央去，然后再看什么时间来开这个农损这样。上礼拜农粮署又多六季的莲雾样飞看，初步认定连续的台风已经达到的灾害标准，要请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及时通报帮农民飞。天然灾害现金流出的部分，等到核准通报以后，会再另外发布公告。客家新闻整份自高雄报道。